对，好，OK， 可以，不好意思。他县的堤段好是位于盐水溪右岸的大洲堤网，那这个区段是台南市民通往南科上下班的重要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发现受损之后，我们立即就派员做警戒以及封路的动作。那初步判断它损坏的原因是我们堤后的排水系统不佳积水所造成的，那我们会立刻用混凝土做一个回旋的动作，并且针对全线的堤岸的安全做一个检测。太那个，谢谢。啊，你一只的？我一间用个正常。欢迎啊，正常。你好。再来一个，各位。